跟黑天鹅到底有没有一腿啊？什么一腿？我给你一腿，我现在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。我跟他是有过一腿，我跟他是有过那么一小段经历，那不是爱情啊，那是同志情，我把他当兄弟看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抻着呢。谁抻着了？要抻也是他抻。打电话骂他。哎，得了，你还真打电话，哪还那么大气啊？大队长，团长政委叫你呢。什么事儿？好像有任务，还挺急的。好，我换身衣服，马上就去。报告，进来。团长，政委，什么任务啊？刚接到军部通知，让我们派一个剧组到天明山区去营救。没问题，什么时候出发？具体政委告诉你。跟我来。今天上午。天明山旅游区发生一起坠崖事故，啊，事故地点在这里，是在一条峡谷里面，没有路，伤员位置已经确定，但是运送不出来。地方政府请求部队用直升机救援，把伤员运出来。由于事情紧急，严副大队长又不在家，我和团长商量决定，由你带队过去。天明山距离我们这里250公里，你不用考虑返航油料，油料科会随后派加油车过去。你是带队干部，负责地面指挥。但是不能加急，啊？那为什么呀？你的停飞令没解禁。哎，那派哪个机组过去啊？叫你来就是跟你商量，你觉得派谁去合适？刘晓斌吧，让他和杨军一个组。去了以后，先降落在山下营救指挥中心，你留在地面指挥中心指挥。山势很陡，要注意气象变化，安全第一，千万不能冒险飞行。我明白。刘参谋，马上通知刘晓斌、杨军、张广平机场待命，15分钟后起飞。是。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。哦，对，吃糖。来，一口气。南华感觉不错，还行吧？看得出来，气色不一样。去了以后，马上开通联络。我在机场塔台等你。是，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团长。啊？团长，你出来一下。出来一下。不是，干嘛？哎呀，你干嘛？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。啊！你怎么能说我跟黑天鹅是一对呢？怎么是我说的？我听政委说你要撤回结婚报告，不跟人父亲结婚了，有这事儿吧？是有这事儿。不过那天在机场，你不是跟黑天鹅商量好了吗？你们俩不是正式成为一对了吗？不是啊，退结婚报告的事是有过，我那会儿关禁闭呢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但那天在机场，我跟黑天鹅真没说什么，都是他跟我起。不对，你不同意，一个大姑娘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宣布啊？我跟你讲，这可是严肃问题啊！我相信没你的同意，黑天鹅不会那么做的。我操，你不能那么去想啊！行了，政委已经同意退回你的结婚报告了。我说你小子，你抓紧点，老大不小了，你老晃着个屁呀！啊，行了，先不谈这事儿了，你抓紧回去，不是，你回来再聊。你不能再瞎说，这还有事儿。唐主任，上课去啊！啊，你找我有事儿。对呀，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人，感觉怎么样？哪个呀？哎，就是军科院的常副部长，少将。哦，你说他呀？是啊。怎么样啊？我正在考虑，还得跟家里人商量一下。常副部长对你可是200%的满意，这不催我问你什么时候见个面吗？你看，有时间没有啊？再等等吧。常副部长爱人去世2年了，俩孩子也都上大学了，没什么牵扯了。哎，人家可是军职保一套。哦，对了，
还有那个商务部的刘司长，就是穿呼吸装的那个，博士学位，当过驻外使馆商务参赞。哎，对了，如果你觉得常副部长年纪偏大，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刘司长。哎，我这儿还有几个都特优秀。谢谢主任，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就好。傅阳啊，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优柔寡断。哎，这样可不好，要改，要向前看，不能老把自己封闭起来。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这里啊，又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。哦，在第十二页，两个版面。黄主任真是才华横溢，每年都有大作问世，我一定摘叶拜读。哎，男朋友的事你可得抓紧啊，过几天我一走，可就没时间帮你张罗这事了。你要走去哪儿？我要调到部队去了。你要去哪个部队？哎，先别跟外人说啊，我已经接到调令，马上要去一个全新的单位，新组建的陆航突击旅。哦，那去干什么呀？当副旅长。哎呀，不过我研究陆航战术这么多年，当参谋长最合适。那祝贺你啊。说张院长推荐我去的。哎，先保密啊，这目前院里啊就我一个人，要去的人很多呢。哎，有时间看看我这论文啊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一定得保密。大队长，山体上的油层在加厚，这是要下雨呀。如果再看不清两侧的山体，这直升机摇摆不定，将会有撞山的危险。连长，我们绕到后边地方再试试看吧。哎，好。杨军旅长，我是江海。如果情况复杂，确实不适合降落，请你立即返航，立即返航。接后方指挥座，团长，我是江海。天门山峡谷地形极其复杂，杨军他们已到达伤员所在广地上空，但无法降落。山体现在出现积雨云层，有降雨的可能。前方指挥所决定暂停直升机救援行动，我已命令机组返航。情况我已经清楚，刚接到军部通知，军部指示。派出一支小分队增援你们。直升机返航后，原地待命。是，原地待命。队长，
我跟你汇报一下，这沟里边连一平米的平地都没有，而且谷里面风很大。我们返航的时候，山里边都已经开始下雨了。冷静点，他在后边，一会儿就到。过来，行，先去休息。 集团军特战旅一营副营长尹建行，受命前来报道。我是陆王团一大队大队长江海，你好。你好，江队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的直升机去峡谷侦察了，发现沟里开展全是乱石，直升机根本无法降落。现在沟里又下起了雨，只能放弃机组的计划。上参谋，到。照片。 这个地方叫黑龙湾，我以前高一也干训练的时候到过。如果说现在沟底正在下小雨，那么山顶就是中午到大雨。不出一个小时，伤红就会下来，到时候伤员和旅友就危险了。走吧。嗯，好，知道。报告，大队长，山里的一个打雷电话，现在受伤的人员已经昏迷。 江队长，我想起来了，黑龙湾往里延伸80多米的地方有一块冲击平台，直升机可以降落了。机降恐怕不行，哎，但是如果把伤员转移到这块平台上，我们直升机在平台上方悬停，用绞车把伤员吊上直升机，救出人来，就还是有可能的。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不过。 这个黑龙湾再往里去啊，两侧的峡谷可就更窄了，山峰很大，对直升机的飞行和悬停都有困难。你们有把握吗？首先要考虑直升机的安全，冒险飞行不可能成功救援，应该考虑其他的救援方案。大队长，现在的地形情况还有气象条件实在不适合营救，这真要是进去了，如果遇到风切片，那是相当危险的。刚才我们在上面的时候，已经摇摆得非常厉害了。 张队长，如果直升机进不去的话，那我们只能考虑徒步进山把伤员给抬出来了。张队长，到，马上通知二排，带上卫生员跑步进山。无论如何要在天黑前赶到黑龙湾，务必把伤员给我活着抬出来。记住，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抢救伤员，不是搬运尸体。明白，等一下。杨队长，你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你们陆航飞不进去，我们特种兵只能徒步把人救出来。谁飞不进去啊？我要飞进去怎么办？师傅，好啊，我们跟你进去。你把我们锁向这沟里，我负责把伤员转移到冲击平台上。只要你们能放下吊索，我保证把伤员送上直升机。 江海，有一个紧急情况想报告。请讲。目前伤员已经昏迷，山里开始下雨，如果不尽快救出伤员，山火爆发，伤员和旅游受惊将不堪设想。特战队的袁副营长提出一个可行性的营救方案。喂，喂，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吧，人快不行了。我们正在想办法，请再坚持一下。 喂，江大队长，伤员快不行了。江海的请求再一次把左同军逼到了悬崖边上。作为指挥员，他十分清楚，他的决定将对他本人、对江海、对沟底下的伤员来说，都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决断。一旦失误，
他将负全部责任，但佐藤君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。需要营救的一共几个人？一名少年，两名女友。好，江海，我同意你们的方案，一定要和特战分队密切配合，齐心协力完成救援任务。团长，为何请求？假冒。这次进山由我来指挥，等分完这趟，我再继续停飞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再延长停飞的出发时间。啊？被停飞了？为什么呀？这样的，上次参加南点三号的军事演习，我们大队长啊违抗命令擅自行动，带领我们陆航编队攻击了敌军的坦克团，还干掉了敌军一台电子干扰台。最后被人用监控导弹给打中了，这不就背了个处分，停飞两个月，到现在这停飞令都没撤销呢。哎，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。团长，我从来没求过你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你，请求你批准我驾机进山。团长，你要是再不同意我就……你急什么？谁说我不同意了？江海，到。我宣布从现在起暂时解除你停飞处罚两个小时，立即执行营救任务。因情况特殊，你担任临时机长，杨军为地面指挥，刘小斌负责空中瞭望，机械师为轿车手，与特战队密切协同。必须在天黑前将三名被困人员一次救出，执行吧。是，杨军机长。由你根据当地气象条件指挥救援行动。这段长，你怎么能同意让江海飞呢？你担心什么？命令是我下的，有问题我负责。刘小兵不准飞吗？刚才传过来图像你也看到了，这样复杂的情况，刘小斌飞，我能放心吗？再说，我要是不同意，你以为江海就不能飞吗？他这个处分刚被一声，我能再让他添加一个违抗命令的处分吗？哦，因此你就顺水推舟？我只能因势利导，委曲求全，等他回来再说。知道了。
军。你们俩有事吧？可以走吗？照顾好他。江南队长，江南队长，我们已到沟底，请你们收工等待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这样，你们俩还能走吧？好，我来背着他，把他转移到那块平台，好吧？走。
拉上来，一起回去。是。神志还算清醒，我们从救援指挥中心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在营救这名伤员的过程中，有一名解放军特种部队的副营长不幸被突发的伤红冲走，目前下落不明。江海知道，当初他要求驾机进山的冲动，就是来自袁建行对陆航飞行员的藐视，这种军人间的暗中较劲，正是军人血性的表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袁建行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，总觉得袁建行还活着。听说这三天两夜，老百姓把洪水经过的所有河道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发现袁营长的遗体。怪我，还是怪我。其实我知道，当时发动机的动力还是够用的，还可以再下降十几米。可是我犹豫了，我怕云层越来越低，返航的时候看不清山头。其实我再下降一次，也许袁副营长就可以得救了。后悔，我当时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不想抓住钓钩，他就想让我们赶紧飞走，赶快远离山谷。当时的危险性他自己是很清楚的，但是我总感觉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为什么？临登机前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，有点匪夷所思。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匪夷所思，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兴奋。他知道是谁用江港导弹把我打下来的。原来那天被打下来的人是你啊！
三天后，天平山下有人发现山顶有闪亮的光点，怀疑是失踪了三天的解放军副营长，马上通报了驻军部队。 A 集团军命令陆航团迅速派出直升机前去侦查和营救。团长，我跟着去吧。任务是二大队完成，你去干嘛？袁副营长是跟我一起参加救援失踪的，我这两天闭上眼睛都是他，现在有了他的线索，你说我能不去吗？再说天门山我也熟悉，我也飞过，你就让我去吧。什么事都落不下你，去吧。是。先放担架上，别别动，让他也恢复一会儿。他是用这个小镜子报的信。袁副营长。你醒了，江大队长。哎，是我。有前面了。军长，军长，我是吴军队长，伤员找到了，正在恢复。杨队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受什么伤，就是太累了。先吃点巧克力，恢复一下体力啊。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你，我都准备去烈士碑前给你送花圈了。阎王爷呀，嫌我长得太难看，你不要我。你呀，是早有准备吧？啊，这还带一面小镜子。这个是我老婆，这镜子呀。就是他送给我的，他让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用，这样我俩就能每天见面。你爱人的心可真细呀！多亏了他，这次是他救了我呀。有的人说呀，战争让女人走开。我想的是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来帮你。谢谢。副营长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还有十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登机了。叫老袁最好。
大家都这么叫我。好，就叫你老袁。那老袁，我是亲眼见你被洪水冲走的，你是怎么逃生出来的？这个也算我是命大吧。我被洪水冲了200多米左右的时候，抓住了一根树杈，我把树杈横过来，顺着水又漂了10几米，树杈正好横在两颗岩石当中。我在大洪水来之前，爬上了一侧的岩石。第二次洪峰下来的时候，正好从我的脚下过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还得往上走。第二天，我准备下山，可是突然发现溪水非常浑浊。多年的野战经验告诉我，暴雨以后的山谷是最危险的，我只能再往上走。果然，下午的时候，泥石流就下来了。又躲过一劫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我只能顺着山往上。到了山顶就好了。我看到了月亮和星星，辨别出方位。只要再往上爬，翻过山顶，就可以看到城镇了。我想鸣枪报警，可又怕引起恐慌。毕竟，山下老百姓还在睡梦中，枪声一响，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。哎，金明。哎，老袁，你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，一直想问你来着。啊？哎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啊，就是那天您进山的时候，你突然跟我说，原来被打下来的就是你。难道你知道是谁用监管老大把我打的？谁想知道是谁把你打下来的？当然，被人打了还不知道谁打的，跟挨了一闷棍似的，窝囊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打的。是你用监控导弹打的我？对，是我打的，是个 F-006。你是 A 级团军的人，怎么打自己陆航团的直升机呢？那次演习啊，我们特战营的一个分队被抽调到总部，任务呢是担任第三方势力，既不属于红方，也不属于蓝方。首长要求我们在红蓝双方产生对峙焦灼状态的时候，择机对其中一方或是各方发动袭击，搅乱战局，有意制造战场混乱，让对抗演习的形势变得更复杂、更逼真、更贴近实战，以此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。可是帝军已经被打败了呀，我们已经返航了。是，你们攻击帝军坦克团的整个战斗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，目睹了那场别开生面的持久大坦克。可是后来啊，你们有点得理不饶人了，在返航的途中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。这个咱们还没上手呢，什么事都没干，这演习就结束了。谁知道他们坦克团一双陆航团就变这熊样了？是向西帝军电话人员。上 F-06。注意，你要打陆航团。这小子有点贪得无厌了，刚刚低空飞过，现在又再次返回，怎么？你看地面部队就没有方法吗？往哪儿跑啊？